的，这是假。艺人杨秀慧大秀冒牌商品来跟自营的正品做对比，就是要粉丝别再搞错啦，因为自己的脸遭诈团冒用，不少民众被诈骗后找上他位在新北三重的美妆保养品门市，让他实在好苦恼。这水滴妆是我的 logo， 这是诈骗集团的，那他外面盒子会跟我一模一样哦。不止冒用杨秀慧脸书照片、影片、直播片段的诈骗集团，更是买下大量广告，在脸书以买三送一、赠送肥皂、起泡网等多种优惠，试图吸引大批顾客上门。但这都还不是最离谱的，诈骗集团恶劣到还寄他的香皂来，然后叫我付钱。通皮诈团根本就是冲着他挑衅，竟然把假货送到自己店内，让他气得直呼诈团像细菌一样无孔不入，防不胜防，也决定报警维护自己商誉。只要拿到我的照片，他就可以去合成，所以我现在拍照我不敢手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手这样子，他们上面放一个他们的产品。杨秀慧从娱乐圈进军美妆产业，平常爱分享的美意，没想到也被诈团盯上。夸张的是，经营假粉专的不肖人士竟还叫认蓝勾勾，要民众小心别被诈骗。如果你有看到杨秀慧粉丝专业、杨秀慧直播平台、杨秀慧分享频道，那个都是诈骗集团，因为我的粉丝团只有三个字，名字后面蓝勾勾。如果下巴有蓝勾勾的，那个就是诈骗集团。这回诈团打着艺人杨秀慧名号，在网络上招摇撞骗卖假货，现在本人也现身说法教辨别，要民众睁大眼，别再落入陷阱。记者林佳瑞林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